风遮住了双眼，烛火尚未暗，秋水已望穿。细雨淋湿心帘，往事如云烟，梦中又重现。年年月月，风云起水流动，蓦然回首，白须荣归青冢。一处阳光映心妙如孤鸿，历经年很难求，很难求万事空。难道你真的要孙武做后宫粉黛的男统领吗？孙武的兵法如若真能识得这些后宫粉黛，寡人就拜他为大将军，以后我就可以与孙将军同席吃酒了。如若是不成，恐怕你连见都见不到他。披挂起来，万般娇媚，还不失英姿。嗯，你看，寡人的两位爱妃，两位女将军，将军阵前只笑临风一笑，恐怕上将军也得落马了。哈哈哈哈！传令孙武，上吴王台。大王有令，传孙武速上吴王台听令。孙武听令。孙武在。传大王之令。让你速上吴王台。遵令。孙武拜见大王。孙武，寡人今日要领教你的兵法，寡人把这后宫三千粉黛佳丽尽数交予你，若是能指挥若定，寡人就拜你为吴国的大将军。大王，军中无戏言。父王一言既出，助通未定，岂能是戏言？孙武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啊？请借大王宝剑一用，以振军威。这是寡人的庆影之剑，寡人将它赐予你。执剑者，上可杀太子王妃，下可杀庶民百姓。孙武，寡人就将吴国交予你了。谢大王。
兵法，今日恐怕要毁在他们的身上了。玄武两队听令，知道你们的左手和右手吗？知道，这还不知道？知道你们的前胸和后背吗？知道。好，拿起戟来，向前看你们前胸的方向，向后就是后背的方向，向左转向左手这边，向右转向右手这边，听鼓声向前走，听鸣锣席地而坐，擂鼓前进。这也叫孙子兵法吗？王兄，佳丽难为孙武了。看来这个孙武在竹简上写的字想用好不容易，写得了兵法，想用不了这些兵法。擂鼓，肃静，听令。兵法说，将令不明是将之罪，令行不动是族长之罪。哎呀，这个假说太沉太重了，一点都不好玩，沉死了。大王，我不干了。如果令不行，禁不止，我就要治队长之队。听鼓声前进，听鸣锣坐下，擂鼓前进。孙子兵法都成了笑柄了。王兄，我看可以收兵了。这个伍子胥把孙武夸得个天花乱坠，也不过如此吧。肃静！执法官，
把朱雀、玄武两位队长押到前面来。执法官，没听见孙先生的命令吗？不要脑袋了。遵命。招数了，父王的爱妃他也敢办，真是大胆无礼。将令不严，治将之罪；令行不动，治族长之罪。你们俩身为两队的队长，可知罪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都怪这甲胄太沉了嘛。是啊。哎，孙先生，给口水喝吧，好渴啊。就是啊，连水都没有。执法官，卑职在。将他们俩斩首示众。将他们俩斩首示众。队长，知道什么叫死罪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假若孙将军饶你们不死，敢不效力率队操练吗？不敢，不敢了。知错了，孙先生饶命啊！孙先生，我们好好练，我们一定好好练。孙先生饶命啊！先生请息怒，没有这两位王妃，王兄寝食难安，请先生见下留情。孙武，你是何人？怎敢杀父王的爱妃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为将之道，贵在有威，威行于众，才能动三军如动一人。今日孙武替大王行令，令行禁止。孙武，你的兵法不必练了，寡人已经领教了。将在军中，军命有所不受。孙武。少啰嗦，下令放人。王子，大王的庆影之剑在此，孙武代行大王之命，谁敢阻挡，斩杀无论。寡人不看。梅妃，你别怕啊，有本王子在，你别怕。王子，执法官，在，立刻行刑，若再拖延，定斩不赦。遵命。
王台。两军士兵听令，拿起戟来，向前就是往你们前进的方向，往后就是你们后背的方向，向左是转向你们的左手边，向右是转向你们的右手边，听鼓声前进，鼓声停，你们即停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擂鼓。贼子孙武，你为了你的兵法，你沽名钓誉，竟敢连杀两位王妃，我要将你这贼人碎尸万段！来啊，来，把这贼人乱箭砍死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王子息怒！王子息怒！孙武练兵，乃大王的旨意，两位王妃毙命乃是屡屡违反军纪所致，与孙武无关，朕要惩罚他，应该由大王来定夺呀。伍子胥，你难道不知道梅妃敏妃都是父王的最爱吗？没有了两位王妃，父王寝食难安，父王现在正在为两位王妃的屈死在悲伤，你就是让父王来做决定，也少不了一个杀字。王子对孙武要杀要剐，一定要有大王的旨意，否则他追究下来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无法担待呀。你难道还想指望大王赏赐这个贼人不成吗？王子，大王说了，孙武练兵若成，就拜他为吴国大将军，兵练了成不成有目共睹，王子也不希望让大王失去于天下吧。好，武将军，我就依你的，我们带这个贼人去面见父王，看父王会如何处置他。孙武，你就等着五马分尸吧。
够了。汨罗求大王恩赐。汨罗求大王把小女赐给孙武将军为妾。大王，汨罗是梅妃娘娘的妹妹，大王还曾封汨罗为公主，难道大王忘了吗？禀报大王，王子夫差和武将军在宫门外求见。那个孙武也来了？来了，被王子夫差绑着，要砍他的头。说是替两位王妃娘娘报仇，可被武将军给拦下了，说是要听候大王的决断。大王，从霍山回来的探子禀报说，公子庆忌已和楚国的大将军豫婉联军，正在打造兵船战车，发誓要血洗姑苏城，抢回王位。大王，王子夫差和武将军还寡人谁都不见，不见。那对孙武他，王子，大王不见，谁都不见。武将军可知
父王不见是何用意啊？那就是由我随意处置孙武。慢着，慢着。大王对如何处置孙武有何口谕啊？战不杀，王子。战不杀，战不杀，大王口谕：战不杀。王子，战不杀。战不杀，也迟早还是要杀的。全权让你的脑袋在肩上多扛几日。谢武将军救我一命。救你一命啊！哎呦，大王口谕是暂不杀，这就是一道符咒，随时都会要你的命。你这颗脑袋呀，我诛大王，除掉王僚，得到吴国，也都没有保你这颗脑袋费心呐。起来。哎呀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暂不杀。心里是个让我最爱的女人。
是你最先让我对女人有了向往，也正是因为你，我才认识了翼罗。翼罗是你送给我最好的礼物。求父王将你赐给我做我的王子妃的。王子，请恕罪，一洛万万不能答应你。姐姐的援助未报，一洛怎能披上嫁衣呢？一洛，不可推辞，不可推辞。你姐姐的冤魂还没有走远，还在看着我们呢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他一定会成全我们，成全我们的。在这个世上，也只有你和我会为了北上分得哭泣的。一洛没有哭，一洛也不想哭，一洛要把眼泪流着，等到为了给姐姐报仇的那一天。我一定会为你姐姐报仇的，我一定会为你姐姐报仇，也千刀万剐了那个孙武。一洛感激不尽，姐姐在上，一洛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个孙武，替姐姐报仇。还给一洛公主。现在怕是想还也还不回去了。媚妃娘娘这一死，一洛肯定把我当成仇敌了。暂不杀呀。武将军，覆盖将军正在沐浴，请武将军稍后。武将军是为孙武的事而来的吧？我听说了，王兄传出口谕，暂不杀。正是因为这三个字的口谕，让我不安呐，特来找将军商议。覆盖将军，你认为孙武今日训练后宫三千粉黛，手段如何？前无古人。那后有来者吗？依覆盖之见，只有武将军可以与之同日而语。武将军为王兄一次次谋划大事，训练军卒，开凿蓄息，修建都城。出可以为将，入可以为相。覆盖一向是敬重武将军的。伍子胥怎敢与孙武相比啊？天下只有一个孙武，也只有一部孙子兵法呀。可是有伍子胥才有孙武啊。覆盖将军过奖了。可正因为这三个字的口谕会使孙武被束缚，势必令他心寒。孙武最大的抱负就是以他的兵法来赢得天下，既然吴国不肯器重，他可以去楚国、晋国、鲁国、越国，还有华国，甚至也可以去秦国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将
会知晚意。武将军尽可放心，要我看孙武跑不出吴国，纵然王兄不杀，王子夫差也绝不会饶过他。这正是我最担心的，王子夫差年轻气盛，冲动之下会酿成大错。哎，不能再耽误了。夫盖将军，你贵为王帝，大王平素甚为器重你，请随我一道去面见大王，搭救孙武。进宫觐见。王兄一日之间丢了两位爱妃，正怒火中烧，如进宫定是火上浇油，救不得孙武不说，定会引火烧身。那将军是要明哲保身了。哼，武将军这样小觑覆盖吗？那好，就由我亲自去面见大王，碰他个头破血流。哎，吴将军，将军的头也不好碰。如王兄在暴怒之下驳回吴将军，还好再回旋吗？嗯，将军的意思是？哎，伯女，你这是？我们离开姑苏去找王叔，就算当一个耕农也比留在这里安心。伯女，你别着急。阖闾大王他既然看不懂你的兵法，我们留在姑苏有什么用啊？更何况那个王子夫差还要你的命，大王的赞不杀就像一根吊绳，随时都可以要你的命。长卿，伯女可以与你同生死，死而无憾。可是你看看咱们的儿子，他还小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此话怎讲？夫盖想劝武将军放松些，耐心静等些时日。待王兄心头的怒火平复些了，夫盖同武将军一起搭救孙武。恐怕到那个时候，孙武已经被王子夫差五马分尸了。将军，搭救孙武就是搭救大王，也是在搭救将军。将军不可忘记，勇冠三军的庆忌正在霍山上磨刀霍霍呢。没错，庆忌是王兄也是吴国的一块心病啊。但吴将军不必叹气，吴国少不得你，也少不得孙武。这样吧，明日我与将军面见王兄，见机行事，如何？好，明天我与将军一道去面见大王。长卿，如果你执意不肯舍弃你的兵法也罢，我随你去。楚国、晋国还有越国，去哪国都可以，就是不要在吴国再待下去了，好吗？我还不曾想过要到别国去。平日伯女从不干预你的事，可现在不同。如果长卿想一展远大之志，去哪里都是海阔天空，为什么偏偏留在这里担惊受怕、忐忑不安，做屋檐下的麻雀呢？我怎么又成了屋檐下的麻雀了呢？只怕是南山有雀，北山张罗，招致祸殃是迟早的事。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，既然这个吴王他是一叶障目，不识泰山，你为何偏偏在吴国这棵树上吊死呢？
长清，以你的兵法韬略，一定会遇上一个有眼光的君王。不管你去哪儿，伯女和孩子一定陪在你左右的。田迪，夫人，备好马车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。苍山月，青天空悠悠，孤帆起，月残星冷，踏白鹭。斩。